大乘妙法莲华经浅释续品第一，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1968年11月10日至1970年11月10日三藩市佛教讲堂。开经机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千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妙法莲华经有28品，第一品是续品，叙述这部经的因缘。本来所有的经，第一品不叫续品，可是只有这部经《法华经》特别有这续品。如是我闻，原文翻译：如是我闻，如是是信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如是的法才可以信，不如是的法就不可以信。所以如是就是信成就。凡是佛所说的经典都有6种成就：信成就、闻成就、识成就、主成就、处成就、众成就。我闻是闻成就，这个我是什么我呢？有凡夫的假我、外道的神我，这个我也就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我闻本来不是耳朵闻，为什么说我闻？因为耳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是身体的总称，所以阿难就说我闻。如是我闻这4个字有很多种的意思。一、段仲尼阿难结记经章的时候，初登法座，感佛相好，感现身体和佛的身体一样，所以大众就顿起三疑，起了3种疑惑。第一种怀疑，这些菩萨、罗汉、比丘们以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入涅槃，又来讲经说法了，以为是佛重起来，重新回来讲。第二种怀疑，又有的人怀疑说一定是他方佛来到这地方来了。第三种怀疑，大家说现在阿难已经转身成佛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有32相、80种好这样的相好光明，有如此的紫金光聚。可是当阿难登到法座上一讲如是我闻这4个字来，三疑顿息，这3种怀疑通通都没有了。这一切的罗汉、菩萨、声闻、比丘才知道了，如是是指法之词。阿难说如是之法是我阿难亲自听见佛所说的，不是我自己来说的。二、尊佛祖，尊是尊崇。佛入涅槃的时候吩咐阿难，一切经典的前面都应该以如是我闻这4个字，所以阿难就依照佛的命令，在结集经藏时首先说
如是我闻这四个字。三，细争论。怎么细争论呢？因为阿难在佛的弟子中是最年轻的，如果他不用佛的名义，不说这部经典我是听佛说的话，那么大家就争了。你可以讲，我也可以讲，互相就争论不已。阿难说这部经典是佛所说的，一切的大众，无论是年纪老的、中等的，或是最年轻的，也都没有话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典是佛说的，不是阿难自己做出来的，所以用“如是我闻”这四个字来表示，系大家的争论。四，意外道。外道经典的前面都用阿欧两个字，阿是无，欧就是有。为什么用这两个字？因为外道说一切的万法不是无就是有，不是有就是无。佛所说的经典用如是我闻为开始，和外道那种有头无尾、有尾无头，不是无就是有，不是有就是无，不同。佛将入涅槃的时候，阿难已逝世，问佛，佛答复阿难的问题。第一，结记经藏，经的前面用如是我闻。第二，佛入涅槃之后，比丘要依四念处而住，四念处就是身、受、心、法。第一，观身不净，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净的。我们这个身体就洗得再干净，也有汗泥流出来，若不洗就出了一股臭味。所谓九孔长流不净，你看两个眼睛就有眼屎、眼泪，这是不干净的。两个耳朵就有耳屎，时间一久你不掏耳朵，耳朵里边的耳屎就满了。两个鼻孔就有鼻涕，口里就有黏痰吐沫，这都是不清净的。你怎么样说是它，它总有一些个肮脏的东西在里边。这七孔再加上大小便利是九孔，这叫九孔长流不净，所以要观身不净。多贪众生要修不净观，修这种看身体不干净不清净的法。多贪，贪什么？就是贪淫欲。贪淫欲的人就要用一种方法来制止这个淫。怎么制止？就是观身不净。再好的美貌男女也都是不净的，既然不净又有什么可贪念的？所以才说多贪众生不净观，知道他不净了，就不贪着，不会贪着，就没有那么大的淫欲心了。二，观受是苦，受是领受。你所领受的一切境界是善的境界、恶的境界，你有所领受就摇动你的心，心摇动，这就是苦。这苦说起来很多，有苦、苦、坏苦、行苦这三苦。
又有爱别离苦、冤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，再加上生老病死苦，共有八苦。这苦苦、坏苦和行苦，就包括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。在这三界中，就有这三种的苦。无论你所有的接受、领受，一切的境界都是苦的。你若能知道它是苦，就不会有一种享受的这种感觉，没有贪求快乐的这种感觉，这就是没有苦。三，观心无常，人的心是后念生，前念就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，好像大海里的水波浪，一念一念的，生生不已。可是每一念都是无常的，每一念都是虚妄的。四，观法无我，法有色法、心法。在《白法明门论》上说，色法十亿心法吧，五十一个心所法，二十四个不相应，六个无为成白法。色法十亿心法吧，五十一个心所法，加二十四个不相应法，再加六个无为法，凑起来是白法。所以有这么多的法，可是无我，以我和我所是没有的。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真正法都不要执着有法。如果执着有法，就变成法执。你修到极点了，人空，法也空。我们人没有明白佛法之前，就有我执，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一切都是我所有的。我有所执着，有所执着就有所挂碍，有挂碍就有颠倒，有颠倒就有梦想。在没有明白佛法时，就有一个我执，明白佛法之后又变成法执，执则有法。所以佛说四念处要观一切法都无我，我既然没有了，又什么地方有法呢？观身不净，受心法意皆不净，所受的也是不净，心也不净，法也不净。观受是苦，你看受知道是苦了，那么身心法也都变成苦的。观心无常，自身法受也都是无常的。观法无我，自身受和心也都是无我的。所以虽然说四念处是身受心法，可是他们都有连带关系。在佛入涅槃之后，每一位比丘都应该依四念处而住，时刻都不应该舍离，这是佛所吩咐的。释迦牟尼佛临入涅槃这样嘱咐一切的弟子，所以有许多的比丘都修这四念处法。
三佛入涅槃之后，要与戒为师，所有一切的比丘、比丘尼，必须要依照戒律去修行。若不依照戒律去修行，佛法就会灭亡。依照戒律修行，佛法就是有一个人依照戒律来修行佛法，佛法就有一分的光明；有十个人依照戒律去修行，佛教里就会放十分的光明。若有百人、千人、万人，人人都依照戒律去修行，不犯佛所说的戒律，这个时候，无量无边的光明就会把这世界的黑暗都给照化、消灭了。所以，持戒、依戒修行是最重要的。第四，对恶性比丘默而兵之。恶性比丘，你没有法子和他讲道理，只可以不和他讲，不和他辩论，让他自己生忏悔心，就会也要守规矩，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阿难以四事问佛，佛答复阿难这四个问题，所以一切的经典前面都有如是我闻四个字。如是是指法之词，就是说这个法，所以这是一种信成就，你信他就如是，不信他就不如是。又者不变名如，随缘曰是，这个如就是不变，随一切的缘，这就叫是。虽然随缘而不变，不变而又随缘，这也就是如如不动了，了了常明，所以这就是如是。又者这个如是是应可之意，就是你若做对了，你和佛的心是一样的，就叫如是；你若和佛的心不同，就叫不如是。如是我闻阿难说，如是之法，是我阿难亲耳听见佛所说的，不是我自己度显，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，是我从佛那儿听来的。阿难比佛小了很多岁，佛19岁出家，30岁成佛。佛成佛的那一天，就是阿难出世的时候。阿难在他20岁才出家给佛当侍者，在20岁以前，佛所说的经典他也没有听过，那么他怎么又会在结记经典的时候去结记经典呢？阿难是佛的堂弟，20岁的时候才出家，在以前佛所说的经典他也没有听过，可是由于阿难发愿请佛重说，所以佛在秘密之中把所有以前所说过的经典都给阿难再重说一遍。阿难对佛所说的经典是从始至终他都一文永记，一律耳根永远存在他心里。所谓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，佛的法就好像
大海水似的流到阿难的心里头去。又者，阿难是大权势现，权势权巧方便，因为阿难在过去一切佛所说的经藏都是由他来结集的，所以他就是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，但是他开悟了之后，由于过去所有佛所说的法藏都可以回忆起来，每一尊佛所说的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法会下，他把以前所受的经教也都可以回忆得起来，就是阿难没有听过以前所说的佛经，他也能完全记得。摘自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浅释，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。